但是被炸倒亮的瞬间倒了就很难受了，所以看看能不能那这样的话那就可能是压一个起身了呀，就是亮这个可能会直接感觉接球彩蛋好感不太铁了，我天哪，那这样子无伤救人，冲一刀没抽到，没抽到少拿一刀。那现在就是撞到了，那还行，那还挺帅的，挺帅的。他不敢停那些平衡，是靠近障碍物的地方，去当出二阶。这是什么球？当着边王者的面给他磕了个头，拜个早年。PP 现在赶过来 ，PP 是没有挽留了，这个位置怎么差一点？要扛刀？怎么说？谁扛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没有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机会，人最后一组，炸了他哥吗？炸了他了，炸他吗？打倒了，又是门口留人，又是皮皮线爬不出去。切了，完了，真的是撞。但是阿福可能是钓鱼执法，有没有？完了，哎呦，没有防球啊，没有钩爪，还好没有钩爪，一没有拉得很远，因为他没有钩爪。前面他多交了一个钩子去抢门去了。对他下一个换得带到墓地去了，不然压一下。哎呀，两下！我的天啊！反一下，反位又一下。是的。皮皮剑的石像真的是特别特别准啊，就看他能不能再多拖一点点时间。前面是大龙想替他往回走啊，闪现直接闪现开了二阶，然后往后面一站，一个合成两下，哇，这是回来的那下秒了，那没关系啊，这边那是炸弹了，炸断了，前面没有动了，这个位置慢性死亡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感觉他这个洞其实打得有点急了，可以看到仔仔已经过去刷他的状态了，对，让他这个倒地，让他这个下来的慢一点点，反正队友过来扛刀扛住他的一击，这局是有机会的。这个夹子先夹住开了二阶，完了，那感觉事实那边应该应急效果是能够用出来了，用出来这也可以。 BB 剑这个雷神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玩家加起来两台不到，是的，太快了，这也哎呦，这个五秒雷，这一波骗了，再给，哎呦，还是很难的了。这个位置你要躲太多了，不过平地可以了，就是你空地他三连雷真的是全封完了呀，没办法。对，没错，平地雷太多了，而且位置不好。